同台为我传情赴天呢。你与同手似雪之前，你同是佛祖宇宙本是其实，你同繁华龙火火火火火火。互联网上变化快，网红更新和换代，很多草根的明星趁机历史场合中，草根明星人阅历也被观众们忘记。男女孩人阅历观众朋友都熟悉，班长天使的翅膀也被观众记心上，网上迅速来走红，名气大的不能行。生于1988年，吃过苦也遭过难，父亲母亲都有病，从小替父母劳动，虽然肩膀很稚嫩，也担家庭的重任，家庭重任肩上担，也有梦想在心间。小小年纪压力大，曾把安乃近吃下，幸亏及时医院送，这才捡回一条命，经历生死一瞬间，从此变得很乐观。16花季年纪轻，选择北京去打工，开启北漂的生活，不知明天该如何。服务员发传单，当过保洁也心酸，只要能够把钱赚，再苦再累不抱怨。直到机会的出现，人生命运也改变。一群卖唱的朋友彼此之间交情厚，跟着朋友学吉他，开始卖唱的生活。吉丹地铁的通道，卖唱生存赚钞票，吉他音响等东西成为吃饭的工具。卖唱生活很艰难，一天50-60块钱，卖唱的钱寄回家，自己从不敢乱花，日复一日年不年，不敢一生太平凡，希望机会来出现，也让人生更灿烂。吉丹通道去卖唱，被人拍摄传网上，视频点击300万，引来关注一大片，吉丹女孩的称号迅速把网络引爆。参加我要上春晚，人生道路大发展，央视春晚也登台，各种荣誉接踵来，吉丹女孩很出名，人生达到了巅峰。人生到达了顶点，参加各种的商演，出场费用10多万，自己公司来创办，首张专辑也发布，却没多少人关注。音乐道路到顶峰，改变目标继续行，自创品牌卖牙膏，要把董明珠来炒，时代广场也登上，上海遨游和徜徉。国企草根的明星变成隐形的富翁，经历多少的煎熬，上海里面去弄潮，不靠爹妈和关系，艰苦创业靠自己，凭借双手和大脑，事业发展非常好。吉丹女孩没离去，藏在网友的心里，那个的心里。百万年三次在国内唱绝，和牧羊写一首唐飞电工艺之歌，偶然在电视上看到了苦花作歌，为他们量身制作月亮之上花遍全国，听歌曲的走火，红雀与苦花签约，苦火死不活，一改名凤凰传说，因苦爱文传奇被别人一语打破，改名成凤凰传奇后在央视情歌赛上一战可红，因灵花太紧张没评上第三等奖，可是有俗话说是镜子总会发光，在星光大道上再度唱月亮之上，荣获的年度亚军冲进乐坛势不可挡，身躯冠民族风有时间以后再讲，在成团10周年首先把祝福送上，我们到底爱情又要把什么来讲，请大家拭目以待，感谢关注爱歌社团，去市场看。